这个美国前苏联特别委员会，大家仔细看看，美国前苏联特别委员会里边千万记住，当时最重要的成立推动是美国的基督教，是最关键的，然后是美国的 CIA 呀、情报委员会呀、安全啊、金融。啊，这一回美国可不是了。美国这一次的包含了一个，是吧？人类的灭亡的这生物科技、医疗啊、军事武器化的这种生物专家，包括美国藏着，美国在几十年以前都有互联网，美国现在有。人类上完全你不知道的，比互联网还牛更多的通信措施和技术。美国有超过你想象的比核武器还厉害的更高端的武器，啊，这叫美国的秘密，啊，美国的秘密力量全面参与这次加入这个特别委员会，绝对对中共啊，我就说实在话啊，我认为。共产党，他会光速一般的被消灭。